古越龙山，人杰地灵，不但成就了越王勾践、吴王夫差的一世大业，同时也孕育了委婉清丽的越剧。是啊，越剧这个地方剧种其实早已经不局限在地方了，跨越半个地球，我们洛杉矶也有了越剧社团，而且他们的演绎精湛，不亚于专业的演员哦。那詹小玲的话呢，就是我们洛杉矶越剧社团的当家花旦，她是 IT 精英里面的越剧唱的最好的那一位。那我们请小玲带给我们越剧清唱《春香传》，年年端阳年年春，有请小玲。真是过奖了，我就是从小就很喜欢越剧，虽然我并不是江浙的人，但是我从初中开始我就特别特别喜欢，然后呢我也很喜欢古典诗词，所以当丁老师有这个成立新兴学社这个想法的时候，简直就是一拍即合，然后丁老师的阅读屋也是我特别喜欢的。今天在做美味的带来的节目都是跟古诗词，都是跟古典的相关，是让我感觉到沉浸在一个很美好的中国古典的范围里头。所以呢，今天我给大家也带来一首很短的一首越剧，可能唱长了可能大家听不太懂，因为没有字幕。年年端阳年年春，谢谢。Thank you.